这款武器并不出名，却登上中国荧屏，曾和 M1 加兰德平分秋色。原标题：这款武器并不出名，却登上中国荧屏，曾和 M1 加兰德平分秋色。相信有不少的人都看过电视剧《我的兄弟叫顺溜》吧？在这部电视剧中，以一款不符合逻辑的武器就出现在了荧屏上，这款步枪就是主角顺溜用的 M1941 式约翰逊半自动步枪。这支步枪当时是由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上尉梅尔文·约翰逊研制的，因为当时美军的陆军都换装了 M1 加兰德，而海军陆战队的兄弟们还在用老式的春田步枪。就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助手开始研制新的半自动步枪。最终在1937年的下半年，这支步枪被研制出来。在招标上，陆军对此兴趣缺缺，而海军陆战队和伞兵却十分喜欢这支枪，毕竟比 M1 加兰德多两颗子弹，而且枪管可拆卸，而且威力也不比加兰德差多少。但是最致命的缺点就是更换枪管之后，400米外的精度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。尽管这支步枪可以作为狙击枪来使用，但是这支枪仅仅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和伞兵装备的一部分，自始至终都没有到过中国的战场上。因此顺溜使用 M1941 和日军战斗是根本不可能的。